最近有消息表示，田亮也一庆打算要三胎。田亮在采访中表示想要三胎，也一庆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老公太优秀。此前田亮和也一庆夫妇就多次被传出即将生三胎的消息，田亮生日时也一庆发布二人合照里，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也一庆小腹部被隆起，疑似有孕，这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围观。大家纷纷还笑称，照森碟森碗的方式起名，第三个孩子是不是要叫森盘。不过这些都只是网友们的猜测，二人始终未出面回应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叶一茜的腹部也没有增大的迹象，想来只是当时衣着宽松导致大家产生误会。而这次在发布会上，田亮数次提起三胎话题，看来二人的确有生三胎的打算，森盘到来指日可待了。很多网友表示，田亮夫妇教子有方，将森蝶和森娃养育得如此优秀，正如叶一茜说的，再生一个孩子将优秀的基因继承下去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